他登上过世界大大小小的舞台，音乐之旅丰富了生活阅历和艺术厚度。他是第一位获得国际小提琴艺术最高奖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的东方人，他用音乐传递出心中最真、最纯、最美的话语。吕思清，中国小提琴演奏家，四岁随父学琴，八岁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被誉为乐坛神童。11岁被小提琴大师梅纽英选去英国天才音乐学校学习。17岁获得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19岁赴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深造。如今他活跃在世界各地的音乐舞台上，录制出版了多张古典音乐唱片。吕老师，很荣幸啊，就是2015年的新年音乐会马上到无锡，我也很期待。今年的新年音乐会是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的，因为跟上海交响乐团是老朋友了，最早合作的时候可能在20多年前了，都非常高兴这一次又一次合作，而且是到无锡来举办这个新年音乐会。到无锡可能不是头一回了，而最早的时候还是在我学生的时代，应该是1986年的时候，当时正好在北京举办一个北京国际小提琴比赛，当时国内的这个选拔赛就是到无锡去的。对无锡的印象哪些比较深刻？吃的就很喜欢这个无锡吃的那个小笼包吧。很多人对我们有一点这个误解啊，以为这个音乐家可以去很多很多地方，因为我们到很多地方去表演嘛，然后可以看到很多的名胜古迹啊、风光啊，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很多很多的地方其实我们去演出过啊，但是对这个地方是什么样一点都不知道。这可能和音乐家对音乐严谨的态度也有关系。哦，那当然，因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我们的这个音乐，我们的艺术啊，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是要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好的音乐呈现给这个观众，所以我们要集中精力要去排练、要去练习，其实还是很艰辛的一条这个路啊。当然一开始学音乐我是因为喜欢，因为家庭的缘故，但学上以后就觉得确实非常辛苦啊，因为每天要练琴，除了睡觉吃饭学习就没就只能练琴，就没别的事。现在当然还是很享受啊，现在觉得音乐给我的这个人生啊带来很多乐趣，而且我通过音乐给很多人的生活也带了很多乐趣和愉悦，对吧？我现在觉得很满足。小的时候被大家称为神童啊，不知道您对这个印象，对这个称呼有没有印象了？
啊，印象太深刻，以至于我经常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也是以前科大少年班的，现在也是非常非常棒的这个科学家张亚勤，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实在不能再称呼我们这个叫神童了，我们现在既不童也不神啊，啊，我们只是在专心的做我们热爱的一个事情啊，尽可能的把它做好啊，尽可能通过我们做的事情让大家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种艺术的魅力啊，科学的魅力，生活的这种美好。所谓的神童啊，正是由于背负了神童的这个光环，其实对他后来的成长产生了很多的副作用，而至于他后来没有达到他的这种潜力，或者应该达到的一种高度啊，其实也是毁了很多我们说的这种神童，对吧？所以最重要的，我觉得一个人呢是，要有一种把控能力啊。那也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你觉得做音乐啊，或者做其他任何的行业，才能重要还是刻苦重要，对吧？我通常会说这个自律最重要。自律。有才华的人很多，但是你真正能不能达到一个高度，其实在于对自己的一种把控，在于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一种专注啊，一种热情啊，一种持久。李老师当年有机会涉足影视界，哇，差一点啊！当时其实也是个偶然机会，就是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嘛，正好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筹拍一部电影叫《琴童》，但是这个琴童很难找，就有人跟他们推荐说，哎，中央音乐学院有个小孩，那个拉琴拉得很好，形象也不错，你们可以试试啊。后来他们就真的联系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然后把我就叫到上海去了啊。当时非常有意思，是坐飞机去的上海。你想1979年啊，哎呦，坐飞机那是好像是干部才能享受的这个待遇是吧？还是三叉戟啊？所以飞到上海，试镜头，试了几天镜头，哎，满意的不得了，就敲定了，就说就这个小孩，就是我们找的就是这个小孩，就等你了。回到北京，正好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国小提琴家斯特恩到中国访问，然后就到了音乐学院。也来这个演奏，也来上大师班，然后我也给他演奏了，他也挺喜欢我的。后来在最后走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都是有这个座谈嘛，就跟专家座谈，聊聊聊聊聊聊了，他都快要上车了，我们那个他就正好我在他旁边，然后我们那校长就说，你看这个小孩多好，这个小朋友不但琴拉得好，他马上还要去拍电影。然后这斯特恩一听吧，马上就说，不行，我觉得这个小朋友要想好好学琴，就要专心学，不能让他去干其他跟音乐无关的这个事情。结果我们这个校长一听，哇，外国专家这个开口了吧，马上等他一走，就布置下去说，吕思清不能去拍这个电影了。后来这个上影厂非常那个很恼火，对，因为好不容易找到我嘛，后来又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又找到另外一个这个小孩。斯特恩的这个专注，你那种专注的理念，可能从那个时候，可能从9岁就种下了。我觉得有个小提琴界的吕思清，还是比有个电影界的吕思清造福的人更多。
吕思清最爱演奏的曲目是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许多人视他演奏的版本是这部作品的最佳诠释。他演奏时的大气魄、大景观、大视野，让《梁祝》更有了世界性和江南韵的融汇表达，叫人赞叹。何占豪先生、陈刚先生对您第四版的《梁祝》特别的赞赏有加，马上要第五版了，第五版了，明年就出来了。瑞典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司，期待，特别期待一下。您觉得您的这个版本和其他的更多也没有了？我刚才说这个音乐家有自律啊，另外一个说，我还要强调一个，就是音乐家要有要求，比如说《梁祝》，对吧？好多人开玩笑说我闭着眼都能拉《梁祝》，对，确实可能我闭着眼是能拉《梁祝》，但是我所追求的不是说闭着眼拉《梁祝》，对，不是程式化的，每次我就按着一个套路把这个《梁祝》就演奏出来啊。在不同的时代，我们都要对它赋予一种新的一种情感，一种内涵。一种传世在里面，因为毕竟这是音乐最有魅力的东西，就是它的生命力，不断要有这种生命力的这种呈现，还有创造力的展示，不断的理解啊，或者不断的一些不同的想法啊，包括我们人生的一些经历啊，所以我们对同一个曲子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阐述。古典音乐我们是作为演奏者来说是二度创作，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作曲家他的这种原创的精神和思想啊，还有情感，对吧？但是呢，作为二度创作，我们是要去升华，去赋予它新的一种生命力，而且赋予它一种能够与这个时代的一种思想和情感能够相吻合的一种生命力，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对，我觉得每个时代呢是需要有这种时代的这个声音的，巴洛克时代。古典的时代，浪漫时代啊，印象派的这个时代，就是因为每个时代让我们这么能够记忆犹新啊，能够有这么鲜明的这种个性，就是因为它有时代的声音。有时候这种时代的特征或者体现是通过音乐家个性的诠释赋予在这个音乐里面的。可能你的这版《梁祝》得到两位老先生这个赞赏，也是您个性在音乐当中的结合。我觉得有的时候作曲家会赞赏你的演奏啊，是在于你给了他意想不到的一个惊喜。他在创作的时候，他可能自己都没想到，比如说某一个句子、某一个情感的表达，是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或者呈现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给作曲家一种意外，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他可能会觉得哇，原来我的作品可以这么被演奏，而且同样是没有违背他们的这种原创的这个精神。作为小提琴家，每天就像洗脸刷牙一样，小提琴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其实，对，我经常跟我朋友说，这个一般早晨甚至到了中午，你们不要约我做事情，是因为我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起床以后是要练琴，我要先把我的琴练好，
然后才可以说去做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事情啊。你生活当中你重要的东西你要去把握，其实诱惑很多，对，诱惑确实非常多，但是我们还是要先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要做好，才能去享受生活的其他的东西。在我这个成长道路上，很多的人，父母啊，家人，包括朋友，包括老师，包括同行，对吧？一个人的成功他绝不是孤立的，你不可能独自完成这一个人生的旅程啊，一定是有很多的人在跟你一同啊，在走过这一段路。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要有一种感恩的这个心情。我也很幸运啊，我能够去做一件自己很热爱的事情，而且做的还可以，还做的还行啊。然后呢，让我的生活当中充满了这么多的乐趣啊，也给别人带来了很多乐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满足的。音乐是非常奇妙的，对吧？我们从音乐当中体会到很多人生的这种情感，而且呢，音乐在我们不断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还不断的给予我们很多的领悟。音乐会给人滋养，音乐会让人宽厚和善待世间的一切。吕思清从神童走到艺术大家，经历平和、思辨、沉淀，这些使他有了真实和自然的状态，出众和耀眼的光彩，魅力也就随之而来了。